你们都是为了救我作证，我根本不可能作案的。太后，云姑娘并不是什么凶手。胡闹！这宫里岂是你随便玩游戏的地方？也许是因为云姑娘身上沾染了凶手的气味。 这样还有点女人的样子。你给我等着！小道自幼从师父那儿学到，于心学也有一些了解。但凡人心都有弱点，作奸犯科之人，哪怕他的心理足够强大，也总会惶惶不安。 他会时时注意事态的发展，有的甚至还会重返案发地，根据情况予以辩解。今日聚集大家来此，公审女妖，为的就是引凶手前来观看。我敢肯定，凶手就在现场。刚才我让女妖指证凶手的时候，仔细观察过大家的表情。 眼下究竟谁是凶手，在下心中已自有数。庄妃娘娘，请你站到傀儡女妖的身边去。天木通，你好大胆！娘娘岂是你能随便指使的？ 回禀太后，这世间有一些特制的法器，可以远距离的操纵傀儡，就好比庄妃娘娘的这一对铃铛。太后，这铃铛乃是娘家遗留之物，一直留在身边做个念想，怎么会和妖魔鬼怪扯上关系？太后，真的是冤枉啊！我怎么不知道她有这么一对铃铛？太后，庄妃娘娘。 可能是为了想要随时操纵妖女，就将铃铛带在自己身上。当然，为了避免铃铛发出声响被他人发觉，庄妃娘娘可能故意训练了一套特别的行走技能，让铃铛不发出声响。当然，这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庄妃娘娘想必是蓄谋已久。太后，请不要相信这野道士的，他纯属一派胡言啊！太后。 大家请看，古书控制人其实靠的就是蛊虫，将蛊虫置于人体内，傀儡就会听人的使唤。如今，在下已将蛊虫逼出素体，他现在正急着去寻找自己真正的主人。 妖术，现在你还有何狡辩？臣妾实在有难言之隐。
恳请您请皇上回来再做定夺。放肆，你还敢提皇上？皇上如此宠爱你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妖女，留你在身边迟早要了皇上的命。来人，将庄妃打入天牢。拿下。太后，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太后，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太后，真没想到竟然是庄妃。哎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渊儿啊，咱们想不到呢就不要去想，反正现在案子已经破了，对不对？我师父呢，这是帅的没谁了，棒棒的。这就是我一直梦想中的男人，我要是能和天目道长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要幸福死了。我师父就在中间这么一站，掐诀念咒，那是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，那场面相当勇猛，用一个字形容我师父，那就是没谁了。你知道吧，小乐？小头，你听没听我说话呀？听了，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。听了不理我一声。小老头，你说我这么天天师父的叫他，他什么时候才能收我为徒呢？哪怕就教我一点点法术，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嘛。哎呀，学什么法术啊，做个普通人多好。不好，我小蘑菇生下来就注定我不普通。干嘛？我在你眉眼之间看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，你是不是有心事瞒着我？没有。那你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师父哎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作为他的徒弟？你给我出一招，我信任你。八个字：金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李妃这个贱人也出现了，多年不见还是那么惹人生气。哎，不过是个傀儡而已，我倒希望他是真的，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从坟里挖出来，看看他手里到底拿没拿着那神鼎。早就有人找过了，只是剩下一对衣冠枕，其他的都不见了，要不也不这般人心惶惶。那你说庄妃的动机是什么？这就不太清楚了。如果庄妃的目的是神鼎，那她定是从皇上嘴中听到了什么，才弄了装神弄鬼这一出。不止庄妃一个，宫里还有个武力高强的，该怎么处置？哎，不就是天目童吗？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便如虎添翼；如果他不站在我们这边，大不了把他赶出宫去，实在不行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找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人来治他便是。咱们得去敲打敲打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跟太后说了，由我单独审理庄妃，可不能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秘密一定在庄妃的心里。那你心里的秘密呢？本王的心里当然全是你，只要找到神鼎，大事一成，一切便安好。公主驾到。母后，母后，我要见母后。母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母后，他们不叫我见你。啊，六王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平儿，怎么这么急着找母后？你看都出汗了。来，珊珊，我和你六王叔正商量事儿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我正和你六王叔商量着
怎么宴请天目童呢？啊，宴请天目童？真的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参加。参加，参加。好，好，好，让你参加。那我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去。好。吓死我了！本王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看我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就不要再躲避我了，好不好？这辈子就注定你是我师傅，我是你徒弟了。嘿嘿，师傅，你看，你教我武功，我好除暴安良，惩恶扬善。行，好，你不嫌我没诚意吗？师傅，请收下徒儿吧，收徒儿一拜。师傅，你在我心里是那样的至高无上，是那样的洁白无瑕。是，我今天就教你个法术。我就说这招管用，你说师傅，这什么法术还掐诀念咒的？你说，你现在终于不能说话了，这个法术会让你在一个时辰里不能说话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快过来！哎，奇怪，为何这宫中的妖气迟迟不散？时辰已到，有请天目童道长赴宴。知道了。你说这件好看吗？还是我身上这一件？这件是不是喜庆一点？到底哪件好看呀？哎呀，公主，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您穿哪件都好看。可是你那么说，我就更不知道穿哪件了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就是去吃个饭，您至于吗？哼，至于，当然至于。这可是我跟天目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。哎，这个天目童真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的福气。哈哈哈，平儿今天穿得真漂亮啊，一看就是为贵宾打扮了一番。六王叔，道长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是英雄，我作为公主理应款待英雄。嗯，来，那我们共同敬英雄一杯吧。好，修道之人不沾酒水。哎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区区酒水道长就如此在意吗？多谢六王爷好意，恕难从命。既是如此，我们便以水代酒敬道长。多谢。道长抓住庄妃，清后宫之乱，立了大功，本宫也想嘉奖于你，但不知道长有何喜好。小道并无喜好。哦，本王想在京城建出道观，奉道长为上卿，道长意下如何？这京城之中能有六王爷财力者屈指可数。道长，机会难得啊。既然如此，六王为何不用那许多的钱财做些慈善？如此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恐有天谴。在下修道之人，清心寡欲，于此名利并无兴趣。道长说笑了，我们只是仰慕道长高超法力，
今日道长如此超凡脱俗，更是让我们敬佩。母后，我就说了，天目道长不一样吧？嗯，道长果然与众不同。不过有一句话，本王要跟道长讲明，这宫里可不是好待的，要想长久立足，还需要有人扶持。道长，六王爷将心比明月，你应该看得出来。小道自然看得出，六王和皇后娘娘就是相互扶持。看来道长是不打算跟我等推心置腹了。多谢六王爷美意，小道乃是方外之人，还请见谅。六王叔，就算要推心置腹，也要肚子饱了再说嘛。你们一个劲儿的说话，这菜都凉了。对，先用膳，其余之事再议。那起筷吧。贫道还有些事情，先告辞了。嗯，母后。哼，不吃好歹。这个天目童软硬不吃，而且似乎看出我们的事，该怎么办呢？此人绝不可留，否则必坏我们大事。嗯。师父，师父你回来了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师父，我等你一天了，我，你看看我吗？嗯。师父，我知道，你封我的嘴呢，并不是讨厌我，而是在考验我小蘑菇的耐力和定力。像你们这样的仙人，做什么事儿都异于寻常的，我都懂，我都明白，我懂。那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小蘑菇，你过来。我问你啊，庄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庄，我可以说话吗？啊，哦，庄飞，他不是被你揭穿了吗？他是坏人。我是说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之前啊，之前庄飞挺好的，对我也很好，对大家都很好，方方面面的都不错。庄飞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，以免受皮肉之苦。我要见太后。看来不用刑是搬不开你的嘴。用刑。王爷，他毕竟……怎么下不了手？我程志远，好好伺候，这可是你最拿手。是。等他招了再叫本王。王爷。庄妃娘娘，我劝您还是招了吧。
我是冤枉的。这七针之刑是前朝传下来的，至今没有人能受得了。见不到太后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好，娘娘，那就得罪了。住手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云小荣，你也太狠心了。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我以前以为你是身不由己，我看错你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？这个女人还不是因为你进来的？她目前只是一个嫌犯，你们就对她严刑逼供，把人逼死怎么办？不用你管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干什么？田牧童，我是冤枉的。我知道。三清道术，穿墙，穿墙术。哎呀，这个好啊，这以后找云儿多方便呀！唰唰，元方鸣雷讲话，树吼，说，啊不呀不，嘿，嗨，哗哗。可能这个不太适合我，这个好，奇门遁甲。气气，怎么样，各位，行了吧？鲜花掌声，鲜花掌声，鲜花掌声！呜呼！嘿，好！哈哈哈哈哈！呜呼！哈哈哈哈哈！再来啊！再来，再来，来，来，干洗，来。是个女鬼。面容还算姣好，但具体长什么模样，在下实在是描述不清。来，大夫，这你又打我，这又不怪我。啊，咋了？啊，死了，这警戒。OK， 好的。刚才。街角。